欢迎进到现场，今日吼，我讲故事本太家听哦，就系故事剧落铺嘅团员，还有团众来到现场吼。刚才有讲到话上映嘅部分吼，唔系大家，唔系太家嘅上映就同好听，唔过太家就会独特的声音，做得人嚟讲，可能独一无二的声音，就算系一下有动作嘅模仿啊，还有学啊，喊系唔系几嘅上映。黑猫冲狗也没黑猫，就是你唱歌也是，其实你怎样都是学，所以其实独特的声音还是属于自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，只是像小蛙老师就会搞给阿丢用诶运用，用诶老气感的嗓音发挥到最好的位置。黑猫，应该来讲大嗓音的嗓啊，都有一只特色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音质是不一样的。嗯，你做的有狗的嗓，没有大的嗓，要做的练呢，跟边嗓啊，还有比较进阶的技巧。唔过吼，太个糖豆诶啦，佮家有糖豆，因为头摆面有凤门糕，就会讲搭做古诶人啊，有懂懂人，冲狗诶咩黑啊，家有讲到诶，就会你做唔得用喉咙头，有冇？做唔得用喉咙，其实会讲丹田，家太个糖豆诶，就会丹田。听起来是对丹田是个好朋友，唔过真经唔敌丹田用诶，用系你懂懂呢。简单来讲啦，丹田的话就是我牙下讲发的方式就会丹田，还讲我用还有两头来讲发一发，就会暗用就会唔系用，不是用丹田，反正就是喉咙在说话。我查查天呢，我查查吗？它变啊！讲一激发后，你讲激发，要嗓会卡变。你讲好，讲一激发，用喉咙说话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可是用丹田就是用喉咙说话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是用丹田在说的，是比较。给上糖叶中气卡看软呐，看软，看软，唔爱用扁的卡点的给感觉。唔过，迄真正系用丹田来讲法，做的动卡久系冇？系啊，因为支撑久一点，就会比较费，比较不费力啦。嗯，唔过用诶，力啊，唔加是讲，用丹田来讲法，迄卡省力的方吼。所以嘛，加太家一开始好讲法的时候，就唔系用的方式。所以呢，全部就会用。丹田的功法，真灵哦，真灵啊！你看，跟 C 世界教啊，教两站，两总体我都无办法。就会用丹田来教，就会丹田啊。你讲你有没按你劲来劲太的世界就难死诶嘛？没，韩国要强，强嘛个？强，譬如讲你功法太长啊，你功法用按就无不够礼貌，就讲。尤其是女孩子啊，就会讲，你讲你用丹田共发，咩喊迄做得小声啊，也是可以小声。给我练啊，我卡我比较费力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如果小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就是用丹田，那他就好好的学就好了嘛？慢慢长大，怎么会变成大人的时候，泰嘎就用喉咙来说话？通常是青春期开始会用喉咙说话，因为会开始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可是用喉咙不是比较吃力？不会啊，用喉咙说话完全不用费力啊，因为可是很容易累，对，只是没办法持久而已。可是它就是比较，不用用力的说话。可是事实上，如果你用丹田说话的话，你要大声，要太嗓的话，你就会看用身体的力量，身体的力量去支撑你的嗓。我说，像小蛙团长，你去讲平常时讲法，你可以用耐力来讲。用当然用丹田来讲，不过我你唔会知道懂关系的就好，关系的习惯就会关的啦。你讲像俺也关的，俺咪做在身上，咪做在用丹田这个讲法。也还咪去用丹田讲法，不过就会做在卡身上。如果太上咪去做在啦，就会做在去家去控制啊。去家做在有一个音箱呢，去家来控制啊。不过仲明啊，一开始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学合唱团，对不对？唱歌这一块，然后到达你现在用讲话。所以你其实合唱团的时候唱歌也一定也是要用丹田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那个时候用丹田唱歌，可是你讲话会是平常也是用喉咙这样子。因为如果最平常讲话，其实很一开始常被小老师说我讲话太懒，所以我的声音对声音就会很低很压，这样平常会讲，然后甚至很小声这样子的讲话。对，那平常那可能那时候唱歌就会是另外一种，就是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除非某空用就超感，对，把声音弄得比较粗壮那种感觉。所以你们现在其实。以成员变成你们成员之后的，其实大家都可以普遍的听得出来有没有人用丹田讲话或者用喉，是听得出来的吗？还是差别不大？如果是我们的
唐东九的观众就坐在躺在出来，躺在出来，就躺在出来。不过你刚刚有讲到，你阿咧古诗《跳落瀑布》嘛，一开始就讲古诗诶，古早听错诶，讲古诗嘛，好。啊，讲古诗嘿，讲 CC 古诗就是十分钟、三分钟，像三只小猪可能五分钟就讲完了。你喊嘿诶，吉虫诶古诗，算嘿咧古诗喏。我哋都讲冬虫诶古诗，因为阿咧古诗诶群众嘿太硬。胎宁，系啊，唔系讲故事本身。不过谈到胎宁，听到大人通常都会觉得是小说，哎，就不会说是故事。我就总都吃到懂奇怪啊，所以我该胎宁做唔得谈故事咯。嗯，系啊，我七家就懂好。你讲有看到吼，像一下胎家看到会胸片啦吼，你要有正经黑那你坐定这样坐着，然后拿着像剧本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念。其实这已经是在表演了吗？这个就是在活动了。表演呢？不是很表演，就黑按呢，就抽蛋啦。啊，台下周青就会胎拧卡多，嘿，卡胎拧来汤拧的汤故事哦，真劲呢。昆豆就会全部都胎拧啊。黑 C 朋友呢？系啊，都胎拧。黑 C 朋友的话，可能就会躺着啊，那边吵闹。系啊，周青会胎拧，所以他们听是真的在听门道，喊黑就会听娱乐。都有。都有，有一年嘿听门道诶，就会唐东东有一张做笔记系冇？诶，唔会啦，是唔会啦。不过佢老外佢就讲，就讲诶，亚达故事，我吃到亚达 T 粉有点奇怪，跟连接处好像不太对。佢会谂，我按我老外外头讲。不过我刚看到嘿正经人咧神言东东人，看到就六杀按咧，六杀嘿，假使故事底度冇按到诶角色咧。唔会，伊只故事听众，是听众，所以不会有人重复就对，不会有人担任公主又担任魔王之类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没会。青岛的一只故事，小飞侠，爱六杀，一杀一年，爱一三年就会三只四年的小飞侠，还有一只海盗。和佮重名的话是虎克船长，三个海盗。一场演，那一场只有你们两个人，是不是？七三年，七三年，大三年都暗用，角色太多了。其实第三年呢，第三年呢，无论你去干，你无论像仲敏是男生，你也是可能要表演女生的角色，不用，就是一样会是性别是确定的。我们团有表演男生女生的只有我。哦，其他都是其他人就会你自己留一手哈，没有教对不对？没有教如何变性，是有教变身，没有教变性。没没，变性这个东西哦，这个是要特殊声音，像姜海翔啊，他中性。嘿，真顶，不是我来做的，嘿啊，做做的表演个，假使人家他会说么的，我说么的，我就会卡高一嗓啊。可是可以成熟的女性吗？成熟的女性吗？也是可以啊，就是，但是会比较。做做一点就是啊，谁来嘞？谁来？谁来哦？他粗犷还是谁来？粗犷比较没有办法，粗犷就要重的，粗犷就一定是他。我们团最粗犷。不过你平常是诶谁来平常诶一般的谁来会做的嘞？小我通常是小男孩比较多哦，谁演诶？小男孩的话是我的专长啊，所以我们团只要是小男孩的故事，一定都是我在演哈。可是听说哈，底下下故事没黑你，故事你会下去改角色特别多吗？当然唔会啊，爱笑诶。不过俺好俺好共发你，这么喜欢讲话，那自己写多一点。做唔得做唔得，要从听人表演的几遍。不过俺演员都会说，千万不要。太累了。不过共到吼，要故事诶部分吼，你除得拧伤，其实还有动到。风吹草动的声音，没系温没有哈，佮说没有你爱哭啦哈，就冲中你没爱哭的嘛，是也要学一学火车声呐，还是什么捷运声呐，还是那种场景声音啊？就是稍微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下那个空间的感觉，虽然不见得很像，但是有时候这些音效出来会对他们有帮助啦。佮说你轻，所以你最会的是什么样的声音？最会场域的声音哪一个？风吹还是下雨还是关门呐？关门，咣锵锵锵锵锵，这什么门呐？哦，那很多，石门来的，那石门，那有酸的那种门，叽叽歪歪，那被风吹到的门，噼啪。我们要什么门都有，什么门都有做的。所以像那别的呢？有别的吗？捷运还是火车？火车不不，吭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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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大家比较普遍听得懂的这样子。所以你也可能是有一个人在讲话，因为我刚才有看到有懂抖拧没？吼，懂抖会声音，底下共发，有你底下共台词的时间，可能就会有场域的声音。
我有我有，就我有，安尼搭配就错嘅。嗯，佮说小蛙老师一开始有讲嘅时间吼，来讲到来唐安尼唐故事吼，你做滴吼，唔是张开，唔是目珠，唔是张开就错嘅，系冇？做滴啊，做滴啊，唔过最后。不能闭上眼睛到打呼啦哈！最后他们还是会张开眼睛，他们喜欢看我们的表情。嗯，不过你看到人家就真的很拿灯按的卡杯，拿灯会不用都下杯，不会按用动灯，动灯的话观众就看不到我们的表情了。不过呀拿灯呀卡杯是听出爱的，是吗？听出爱的啊，因为。一张页就要一只故事，有40到50分钟，同床。你要拍，其实爱吃都。不过你用拍亚风式，因为可能像喺舞台剧的话，可能不止40到50分钟，哎，可能会更长。可是他们就是要，但是他们排练都2-3个月。哦。故事我们要就哎，故事啊，故事我们要就你们会是。基于因为没有太多的练习时间，所以是用这种方式，还是其实这个不是你的重点，所以你觉得是可以做的空安呢？因为在舞台剧有一个东西叫做独剧，来给时间就想讲怎么样把这个独剧，来听我挺喜欢的，对，独剧，然后独剧跟广播剧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哦。我希望我的演员声音是流畅的，懂顺呢，不要去打结，然后是可以把情绪整个接得非常好。嗯，故说你的剧团底度，你的看，你的故事，你的表演的时间，绝对不会有忘词这一项。还有啊，有眼睛吗？就唔记得咧。看电，你还会看电，还会唔记得？还唔记得啊？你有没有按呢？还不是 monkey 啊，不知道那个字吗？所以 monkey 还是要问仲明的意思吗？没有，为什么会有忘词啊？像演员来讲的话，应该说有时候可能放空吗？笔记没做好，看错行，或者有时候翻页翻不顺，一次翻了2-3页，那或者有时候是跟你的同伴对戏的时候，那个默契当天状况可能差了一点点，那个节奏感就跑掉了，然后情绪或者有人可能当天人来疯，突然。就整个比排练的时候更 over 了，那就会，那这个东西其实都会就像齿轮一样，会互相影响所有人，对。所以这互相都要搭配跟救，对不对？还要 enjoy。不过这个时候可能出错，其实就是观众最喜欢看到的，对吗？看到一时间，不会突然间醒了吗？感觉不到。观众不会知道你犯错，只要我们后面默契都很好了，就是大家一人发现有人。乱台词马上就会有人补上去，就会加咪耶。所以你们如果有人落词的时候，其实是不会突然间白眼灯。刚开始会，只有团长会有没有听得出？哎，摸一摸，眼瞎呢？你有没有？结束的时候才会去瞪他们啊。哇，故事吼，今天说给本台讲，系故事卡落铺啦吼，都一下还蛮糖豆故事哦吼，所以故事用来讲来，等下吼真紧要带本台讲啦吼，一下先来聊一下。